忍住不去抓它，所以现在好。但我刚刚抓了这里，哈哈，它会不会破？我刚刚就这样抓，我就觉得怎么痛痛。本来就有色彩，觉得我这边的皮肤太脆了，
开始有点记忆错了。我不喜欢擦防晒啊，防晒就很黏黏的，而且防晒还要一直点。你经常会受伤，我没有晒太阳就可以抓，现在受伤。但就是拼命擦，但还是会晒伤。强制换肤，拍照痛。不能吃饭。就不出超过十分钟就不是很想。
走路就是很热，还要戴口罩，很热。那个这边都会有汗，口罩这里都会有汗。吹电风扇，对啊，我不吹电风扇，我可能会就是闷死在这个房间里。现在要做哪里？最痛苦的叫做从锅管，就是跟市府走去公司的那一段路，好远。现在在忘记插上车存，很远，大家。哎呦，按不到，哎呦，车存。出捷运站是很痛。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遮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遮，对，根本没有。然后又我就是一个懒得撑伞的人，撑伞的人。走到另外一边。小小替他记什么？请大家多买孙鞋子。正中午的时候还好啦，平常不太常正中午去公司，应该不太常吧。车只要超过200块就不搭，找多点人跟我共存。谢谢戳戳你。有时候他会不知道会涨价。突然涨价，消暑歌单。不是电风扇，听起来很凉快。是花花，谢谢艾拉的戳戳你，吃冰不想动的类型。我现在开始考虑要不要买那个一桶的冰淇淋，每天坐在家吃挖那个冰淇淋，就觉得好像蛮不错。可是我很担心，我买了一桶，我吃很快就吃完，
我应该会胖死。现在我要吃好几种，我可以放三种口味。买冰棒，冰棒它一盒只有四支，是没错啦，冰棒很快，冰棒比较不会一次吃太多。你说显迪奇吗？显迪奇是例外。什么都可以一天吃完。谢谢露露的粉丝团。切西瓜，我是没有水果刀啊。超热的。旁边翘起来，然后就把它，然后就撕了一半起来，然后就剩下上面那一半。晒到不？没有啦，我有穿鞋子，我有穿袜子，不至于晒到指甲。起码不是指甲脱落。指甲脱落真的很痛，很痛，不会痛啊！我只是把指甲油撕下，像我睡觉时穿，就是。我跟你讲的好像经历过，我经历过国小的时候，我的大拇指的，我记得是大拇指，对大拇指，我就整片指甲都不见了。不要整片撕起来就好，不会不会。穿 JK 风，昨天没有啊。我就扫墓，然后就那个别人的墓的上面的那个石像吗？还是什么石像？就刚好倒了，然后它就滚，然后就没有闪开，所以他就压到我的脚，然后把鞋子脱掉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脚趾甲翘起来，这样压到这边，然后从这边这样翘起来，噔噔。
大意了，大意了。这样子捡起来，小时候的时候，三四年级，然后我就那几个月我都穿拖鞋去学校上课。拔掉、欸，我就一直把那个指甲留在我的指甲的脚大拇指上面，然后就等它哪天自己掉，因为我不想拔起来，所以我就是等它自然脱落。那边紫色嘛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它就是这样飘飘浮浮的。大拇指脱飞，最后就是我有一个就是盆，在把我的脚放在那个水盆里面，然后就它快脱落，所以我就放在里面，然后等它稍微就是快要脱落，然后再把它拔掉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没有指甲。我也是大拇指，我是右脚的大拇指，大拇指。他是说没有，一千。把它跳的，我记得是我自己放在那个水桶里面。让他自己掉。谢谢那些车小的戳戳你，谢谢细细的戳戳你。脚冲水会打脚吗？我已经没有印象，我已经忘记那个嘞。我只记得被压到的当下蛮痛，然后我死不让我爸脱我的鞋子，因为我很怕脱鞋子很痛，所以我就死不让他脱我鞋子。然后回去就是要擦腰，我就死不让他擦腰，很痛哎、欸，很痛。但后来就可能他结痂还是怎样，就没有那么痛。他是怎么洗澡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脚抬起来洗吧，脚抬起来洗。坐在马桶上，然后脚抬起来，然后拿淋浴头这样子洗旁边。这不会被王子找到？小指撞到的痛，小指撞到的痛，很痛。亲爱的星星的枫叶，听了都痛。这应该是就是人生的就是经验，痛吧痛吧，嗯，什么东西？心愿中奖几率乘二，谢谢幸运四叶草。没事不会拆指甲吧，大家都在抽四叶草是吧？其他很痛的经历我想不到耶、欸、痛的经历雷抽手抽就好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吧？
没有什么印象。还在筹钱，现在在花生的 love， 心痛的感觉，没有心痛的感觉，有胃痛的感觉，肠子痛。你跟你工会的小葵一直在那边护送小钱。练到脚抽筋，抽到两颗骨，两颗。有把裂开的指甲一直往后撕过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大拇指这边撕在里面。夏天会想去吃刨冰，我对刨冰还好，因为刨冰很冰，它是冰块，我比较喜欢雪花冰。会这么的冰这样子，摸起来不是一颗的感觉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时候蛮常抽筋，脚底抽筋，我之前很常睡觉的时候脚抽筋，雪花冰太大，但是雪花冰真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吃完的东西。超冰，快送 Zuki 去接受抹茶布丁，还是长高吗？我不知道哎，痛起来是怀疑人生。我之前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那时候比较累还是怎样，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很常半夜睡到一半脚抽筋，小腿抽筋啊，脚底板抽筋。但不觉得抽筋很爽吗？虽然很痛，但是很爽。它抽完你会很，就是很舒服。痛的，痛到快死，就是抽，怎么说那个痛也不是说很痛啊，就是酸酸的，脚抽筋痛到什么？不讲话。很想说的，就是啊，当下就是很痛啊，但撑过去就很爽。谢谢金柚的戳戳你，抽筋为什么要让你醒来？你不醒来也是蛮厉害。谢谢叉叉的戳戳你，还有悠悠。应该是我常常就是之前暖身的时候不是都要拉筋吗，然后我就很常就是拉到一半要大腿抽筋什么的，就是很痛，但是还不至于到会没办法动啊。就是有种肌肉被拉开的感觉。
什么那什么句子。啊，对，有扶你出去。我之前就是我可能跳舞跳到一半抽筋，但是我可以继续跳。拉筋拉到一半抽筋，但我还是可以继续拉筋。就跟我脚抽筋，我还是可以照常睡觉一样，虽然很痛，但我还是可以睡觉。就是很像你肌肉一整块肌全部缩在一起，这样而已、啊，很壮这样的。战胜抽筋，我们要战胜抽筋。会狂踢嘴把你踢醒，猫睡觉抽筋，多吃钙片。抽筋还能动，抽筋还可以动啊！我记得脚底抽筋就是想办法把它拉开，然后很快就可以动。对啊，我每次都觉得别人抽筋会一直没有办法动，就觉得很生气。抽筋的那个感觉，我就想说，嗯哦，原来是会这样子的吗？我抽筋都不知道我的反应去了哪里。我之前我妈也很常抽筋，她就是啊，抽筋抽筋抽筋，我想说抽筋，那我要怎么帮你？我要帮你拉是不是？正常反应。是不是很难忍？我不忍啊，我不喜欢看牙医，我在旁边帮她加油，去压她脚吧。正常人抽筋都会叫给你。我抽筋的话，好像都是、啊、抽筋，然后我就等他好这样子。痛是大拇指被夹，狂搓那边。我之前小腿超容易抽筋，然后就是，等一下他就好，对，等他好就好。对啊，之前就很长。我之前有屁股抽筋过，那个这边抽筋过，在那个劈腿拉筋的时候，然后就屁股抽筋，然后他说抽筋的痛，继续拉，就想说他应该等一下就好了，他真的是蛮痛，怎么都会这样。屁股没经历过，我上次也是练习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就是屁股抽筋。超想吃，是不至于到超想。对，我每次看别人抽筋，我都跟他讲，抽筋很爽啊，然后他就会，我一定会被那个人抢，一定会被那个人抢。每次我妈抽筋，我都说抽筋很爽，他就说你最好是。
们都在旁边笑他。真的觉得抽筋还不错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抽筋，但好像也没有很久。我觉得抽筋最痛的应该是脚底板，我觉得脚底板比较痛，就很像去按脚底按摩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抽筋超痛，其他好像还好，小腿。不知道是什么，站在冷的地板很久就会抽筋，是吗？不知道，有时候穿高跟鞋什么的垫脚尖，可能有时候会抽筋。运动的好了，你不会觉得啊。他走了，这样子会很开心。谢谢上下戳戳你。脚跟着地会抽筋？什么叫做脚跟着地？哦，你说把脚这样吗？抽筋就继续跳啊，跳舞的时候不太会抽筋啊，不太会抽筋。脚尖这样就很容易抽筋，大家谢谢阿蕾蕾去哪里了？谢谢叉烧戳戳你。又热身，对，热身的时候超容易抽筋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热身就很容易，可能会拉到一些平常不太会拉到的地方，然后你就会抽筋。就叫做你这样用你脚底的力量，然后这样拉，不要用手，因为用手就没有那个感觉，用脚就这样翘起来，撑个十秒，用力撑个十秒就会抽筋。
啊，大拇指用力，大拇指用力，就有感觉。教七块小姿势，是告诉你们说，我很常这样拉筋，然后就抽筋的问题，常常这样，然后就抽筋。对，累的时候超容易抽筋。我之前就是太惨，我觉得之前就是因为我一直从宜兰去台北，要从台北去回宜兰，那个可能走很多路，所以我每次晚上睡到一半我就会脚抽筋。但我蛮就是真的是蛮安静的，我妈都不知道我晚上有抽筋。我跟她说我昨天睡到一半抽筋，她说是哦。笑笑就抽筋，笑笑就抽筋。他说叫我多吃什么香蕉来着？去日本一定就抽筋，抽筋，说不定有，只是我忘记。你抽筋都没有乱叫你妈怎么？我想说，我应该有乱动啊。我还是有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如果不动，它就不会好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动它才会好。就这样一直拉它，它才会好。靠我自己的力量。然后等他好了，他几乎他都不会好。听起来是老人。伸懒腰，还真没有上半身抽筋过。正式开始都有一两个小时，全身酸痛，对，我像是全身酸痛，就是那种脚举不起来，但你真的是用力它就起得来。
在认识，没有好不好？应该大家都没有认识。然后我大概只有 overture 的时候会稍微认识一下。叫什么？ overture 快速热身，跳一跳的。他们在唱《玲珑》，然后都在后面的。怎么神奇变的？看大家有没有抢拍。跳完是热身，reset 就是一个热身。也没在收操的，回家都忘记拉筋，然后忘记。突然说啊 ，Daisy 要进来喽！啊，不要不要要进来喽！我们每次都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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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，收东西收东西。我们连拍照时间都没有，好吗？这山洞就等一下，对。对啊，所以他们结束都可以在外面拍照，我们结束就没有办法在外面拍照。我结束就是赶出去，快点快点，这要怎么车来了车来了，我就啊，好好好。我会插队，我走到第一个，哈哈哈。出去的那个，大概从那个在安口还没开始就开始收拾你的，第一个是能选位置，有固定位置啊，也没有固定位置啊，反正就是前面坐的那几个就是坐原本。
七人座我才有最后一个上车，对，因为我要坐靠门，我要坚持要坐靠门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就先收啊，不然要收很久。其实 reset 开始前就在收了，先把收东西收差不多，化妆包都收起来。反正我 reset 根本没有在补妆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补哪里，补个口红。把口红拿出来，然后粉底。因为我不会补妆，不知道怎么。重到需要补妆，再加上我不会补妆，所以我就更算了，就不要补妆。那反正我在想说，反正我不会补，应该会越补越糟，那我就不要动，不要动它，就放个可以擦汗的东西就好。前提起，虽然不是我们这一组的，看不出来是美差，对啊，反正就是那样。公演反正又没有那么近，大家也看不太到。哎，知道剧组。是不是知道局主的事，就是知道显迪奇是一个超会补妆的人。现在五分钟补一次，出门一直在，出门一直在补妆。吃饭一直在补妆，吃饭一直突然拿出粉饼跟眼线笔的人，不口红吃口红，没有，他是眼睛，他一直在弄他的眼线。一定会赢。我每次都带粉饼，
粉饼什么的，气垫粉饼什么的，就放在包包。然后我回到家就会发现我自己一整天都没有拿出来，然后我就这样放在我包包放了三天，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真的没有必要带它出门，根本没有用到。然后今天就拿出来了。我出门只要带口红就好了。刘晓晴好像会带眉笔，跟发粉是不是？现在干嘛带？就是我想说可能会需要补妆啊，但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我出门根本就不在乎，我讲的，反正是戴口罩嘛。然后就应该现在是正常的吧。我也没在拍照啊，所以我出门就想说，没有关系。我有时候连口红都不补了，反正就吃完就掉了，不是吗？金鱼叫做戳戳你，戳戳你，行动的人不要带发。瘦手指，瘦手指，大家，请教我瘦手指的方法。手头会不会很，手头蛮紧的，现在很紧。看起来什么？因为瘦手指看起来手比较长。直接放着不动，骨头大小，看起来就这样。手指用力就会比较长。折手指，我没有折手指哦。折手指是关节会变粗。标准要怎样？跟大家分享 TikTok，
时间，什么上课时间？现在谁嘎逼的告白气球？你看他的手，他的手很好看，暗藏哎。很看不到是什么，可恶！可爱，他的手好长，他的手很好看哎、欸，他的手很好看哎、欸。手摸等级。好看嘞、欸，好多手的，因为他的手很好看。他手很好看、欸，一直讲同一件事情，他手很好看、欸，过分。照的错，她是女生哎、欸，很可爱。就是没有那个骨头，懂吗？不够惨。留长一点就会看起来比较长。谢谢叉烧的戳戳你。接下来再留长，再留到这边，留到这边，手就会看起来超长。
这个，因为我手指甲太软，可能要用坐的才可以，比较不会这么软。这很重，这个反正这很重。抓着他的手指头，抓着手指头，我是手控，我可以看手过火。阿潘的手有很长吗？可以跟我换手吗？就是手可以看一整天，你知道吗？手可以看一整天。骨感手。在整手的是不是？整手，整手，拉一拉会变丑，敲一敲会变丑。一次整一只，然后另外一只先。先留着用。手指的方法，他说就是这样搓一搓。
身的话怎么压都没有。骨头应该这样子。我关节出来。
看刘晓晴跟林育好像是。超像，形容得很好。注意力根本不在手上，是吗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触感的问题。嗯，一二啊，我嗯，一二嗯，我少算了是不是？什么时候？我要验证我说的是实话，我没有造谣。我真的跟贤弟姐说，贤弟姐真的把请做徒步手霜，可是他那个是不是没办法？讲什么的话，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手了吧，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，应该是先感受手。不是没保养的问题，是弹吉他打鼓的。可是其他人弹吉他的手也没有这么粗啊，他那个真的是很特殊哎。谢谢杜五的求求你。粗，但是弹吉他的话，通常不会摸到这边，应该是手这边吧。你的手，国树的手真的是就是肉肉的。无伴会。他是乐团后才这样吗？还是他乐团前他是这样？铁砂掌。手是嫩的吗？还是他来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是粗的？
一单去握过咸猪蹄的人。那时候是已经很粗的时候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曾经还很嫩的时候，很菜忘记了，应该还没入坑的名字，一月没错。不是咸猪蹄跟陈思雅比较好吗？然后我跟阿飞三比较好，跟刘老师比较好。只是观察。拍 MV 的时候是跟阿北山、陈思雅还有邱必然睡，那时候还没有刘老师。你同学被我折手指吓到，被我折手指吓到，什么意思？我刚刚这样吗？可是我刚刚那个真的是不小心，我只是不小心拉到。那时候他在那个阿 K 张雨林那里好像。还有谁忘记？对，小弟没有拍。哦，然后拍二群，对，去泰国的那一群，刘晓晴也没有去。我觉得是从二单后才开始。折伤没有，那个没有痛，应该是二单后。反正这二单后才升格完，是吗？
那个时候才跟陈夏有去吃饭，然后跟阿北山跟陈思雅才会出现陈思雅这个人，没有跟阿北山就不会出现陈思雅这个人。才知道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手指运动，今天有100%开始播，然后掉到30几%，现在在充电。
蓝电池。抽不到，你觉得呢？我可以抽二十抽，嗯，三十，忘记了。冰桶卡池，还好我没有全部抽完。的那个另外一个，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抽 bingo 的卡。这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航海王、海贼王？已经放在前几版了，对，我已经放弃。而且我一直抽 Zuki 的卡的话，我也不能就是用其他卡赚钱，都变得痛。可是 bingo 的十六几人，十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六个人都是进不去五百的人吧？我只能赚那个一百块，还是给五百内很累耶。我们要考虑到赚钱的报酬，而且我没有很喜欢那个的卡 ，AK Bingo。又是金又是银，我看一下上次的，我已经忘记。上次就是比较没有这么豪华的感觉，上次的 SEC 看起来没有这么豪华。交一样的卡哦，我钱。比平常常玩还直接掉到200万，因为这一次也有那个比赛，不是吗？这次也有那个什么 AK Bingo Neo。
选拔的那个比赛，所以这次也比较忙。还好没当课，还在抽，我还在集合，抽一模一样的卡出来，超级激烈。多练其他成员赚钱，然后最后抽你想要的钱。上节目的比赛超难的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十二个可以，十二个。就可以进去。限制凌晨不能玩，还有这种限制哦。成员榜有两个名额，对的。我蛮想看那个 Yuna Mogion上的说。Mogi san，榜有很有三，其他三个帮他玩。Yuna On On， 很有爱。娜娜天堂，好懒哦，哈哈哈。
会全部都会跳啊，那个节目是有期待笑场吗？坐车期待啊，我不觉得坐车，因为除了笑场，没有人可以叫我出去坐长途车了，除了校唱跟工作，没有人叫得动坐长途车。没有人，就通常除了工作跟
什么我根本没有离开过台北跟宜兰。觉得蛮好猜的，去遍全台湾。长发放发的话，你可能就猜不出来。旅费零元，对，很棒。虽然没有吃饭的行程，出去的行程。还有逛夜市行程，因为校唱都是晚上，我们如果再逛的话就很久，就不用回来，直到两小时。Hello， 法兰斯。这次好像是下午，是哦，下午的校场。回台北都要天亮，没有出去也没差。对，没有出去也没差。你可以带，就是我们坐在车里面，然后逛逛就好。没有什么动力，可以买个食物在车上吃，我就很开心，不需要去什么观光景点。哎呀，好吃，对，就是哎呀，好吃。一点到五点，哇，完全没有就是这么早过哎。我印象中的校唱都是晚上，就是下学生放学的时候。车内外，先说外面看不到里面，是不是？如果不开灯的话，记得晕车要有胆子哦，要上山哦，好可怕。要在外面进去，
这次还坐得到最外面。车上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固定座位。高雄是什么？习惯坐最靠边，我不喜欢坐中间，我不喜欢坐中间，中间不舒服。如果是前排的最左最右的话，我都可以，但就是中间不行。有东西靠着，就中间哪边都没有去。只要出去上厕所就真的很烦，请让我坐里面好吗？反正我不会去上厕所。做过什么叫做经济舱以外的东西？牵起手，哈哈哈，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搞笑。坐走大概可以早点拿行李。牵起手，因为我都坐联航，好不好？怎么不是两个人牵着你的手？
应该不会没事去搭这什么这么长途的飞机，坐那个坐去泰国已经是我的极限。觉得在飞机上一个小时就很漫长，可以赶快飞到吗？两个小时也很久。把我打昏好吗？我上了飞机就把我打昏。上次去日本没有吃飞机餐，不要紧，反正也没有多好吃，就不用吃。联航了，你还吃什么餐？
去到了那个国家再吃。商店很好吃哎，日本的便利商店超多东西，我都想要每个都试看看，可惜没有那个肚子。它很多那种小菜看起来好吃。吃全家吃到快吐，吃到腻。其实日本不知道哎，很怀念。去日本才发现台湾的纸盒饮料真的很好开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。都会想买，超爱限定，什么都限定，其实都有这样。希望台湾可以卖一些日本便利商店的东西。日本只有茶酒咖啡。好像是。台湾很喜欢做一些奇怪的饮料。豆浆奶茶。炒米，波蜜果菜汁，芦笋汁，什么草莓蔬果汁，看起来就是很奇怪。反正怎么喝就是奶茶、绿茶、红茶、汽水，就是这样吗？章鱼烧很大颗，水果水，我也想要水果水，牛奶会喝，偶尔喝一下。台湾便利商店的饮料，梅子绿茶、深思茶、英式茶，没有代购吗？以为隔天喊不了口，有这么疼？你是吞下去是不是？烫也是烫到舌头啊，怎么可能会不能喊口？谢谢茶烧，戳戳你，戳，买串烧回饭店配重一点，就是去超市，蹲在超市。等它折价，等它折价买那个生鱼片，哈哈，超贵，手摇杯日本的，可是总是想要吃看看啊，就是看看日本的喝起来什么。中的时候去日本，那时候好像冬天吧，超冷，冷到我耳朵超痛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耳朵超痛，
冷爆，然后我就是说我想要吃那个贩卖机的冰，然后我妈就说我神经病，我说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她说好吧，你就买吧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然后吃了我就什么都不冷了。我还没有台湾的好，不是日本也可以调吗？在台湾你们在台湾根本看不到贩卖机，对，贩卖机有卖冰淇淋，那种甜筒，甜筒的冰淇淋。有，就看日本的贩卖机很酷，什么红豆汤、玉米浓汤。绝对不会想买喝，但又好像很神奇的。他们的贩卖机，对，他们的贩卖机什么都有，还有卖香蕉的贩卖机。好想去日本，好羡慕在日本。在大一出门都很怕，知道要开，我但不会用这个发型。这把已经很难割耶。帮我踩点吧，我只是想看。你看日本的麦当劳看起来好吃，好嘞，不是。日本的麦当劳看起来是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很向往日本的麦当劳跟星巴克，我每次都很期望台湾的星巴克可不可以出一下日本的产品。日本的麦当劳有什么奶昔？感觉真的很好喝。奶昔，台湾是没有这种东西。不了解，差不多。等那个红包结束。日本的麦当劳饮比较淡。奶昔，台湾麦当劳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台湾有麦当劳，有奶昔，有这种事。以前有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哎，有吗？加点奇怪的糖，曾经有奶昔，曾经。6年前，太久以前了。打散的冰淇淋，现在也没有人可，什么都停卖。奶昔很大杯，喝得很爽。
现在写擦手指戳戳你，形象差点会不会？结果我们因为每次都想要去日本的麦当劳，但最后都没有去，星巴克什么的，就是那种台湾有的东西，最后都不会去，但其实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儿童餐都没有玩具，你也吧？哦，现在没有玩具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之前有，还会为了那个去换，去跟店员说可以给我另外一个吗？看这个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冰淇淋，但我记得它没有很好吃。哈哈哈哈，因为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很喜欢，这个感觉很好吃，要不要吃给我看？吃给我看。想当年也是为了玩具吃儿童餐，好像比好吃什么。逛腻台湾的那个便利商店，我最近发现全家比 Seven 好逛一点，因为 Seven 都没有什么甜点， Seven 就是怎么逛就是御饭团跟三明治跟微波食品，他永远看不到泡芙，我想吃泡芙，可是我看不到泡芙。遇到各种，这看起来很好吃，难怪你最近都跑全家，因为全家公司离全家很近。你昨天沉溺在卡纳赫拉联名店，全家有变好，对，我曾经没有很喜欢全家，就觉得全家有一个奇怪的味道。全家还有七折天堂，全家很多七折耶，所以我看不到几样，有大颗的跟一颗的，我喜欢大颗，我没有吃过小颗，小颗的感觉里面很空虚。去找全家这样
看全家的原因是因为我吃了一次他的玉饭团，然后就觉得他的海苔怎么是软的，然后就没有很，从此以后我就对他的印象很差。该去全家，不被太阳晒到路线，现在应该下山了吧。你绝对会放到过期吧，跟我一样，绝对会放到过期。强大者就全家。伴随偶像的歌。吸血鬼，我同学都说我是吸血鬼。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只要就是电脑课踏上完，然后只要出去看到太阳，我就会说好亮。超亮，更没有库存。对，好像怎么样，可是就是那样。对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个没有办法。公演怎么办？白天呢？还好我们在室内啊，公演。还不错，我觉得那个豆乳豆花要冰一点比较好吃，就它不冰的就不好吃。戴了墨镜也是。修复，我真希望。第五名是杜武，谢谢杜武。第四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。第三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。第二名是吉米中，谢谢吉米中。第一名是慢叉烧。有一些公演结束的晚上，
直播记得别吃太饱。好的，应该这次不会了。拜拜。拜拜，我也收。耶。过年记得不要一心二用，什么意思？一心二用。啊，你说你没有看晚上那一场吗？棒哦，大家不要再偷看我直播还被骂。拜拜。